极拳是太极拳中古老的一个拳派，相传为明末陈王庭所创。陈氏太极拳现存有两路，一路为十三式，二路为炮锤。现在练习的就是陈氏二路炮锤。陈氏太极拳以禅法为主要特点，有顺禅、逆禅等区分。它动作刚柔相济，圆活完整，协调连贯，讲究呼吸与动作相结合，运动轨迹呈螺旋形弧线。方法有烹、捋、挤、摁、踩、裂、肘、靠。陈氏太极拳除了单练外，还有对练。对练就是人们常说的推手。